市场遇到杨志祥主动跟我表示我会帮你出脚，我就说好好好，没有问题。接着假装没这件事，可是人家主动出现，不是不是假装我没有约啊。好，那如果下面的助理250呢，真的帮我约了呢？他讲到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拉他嘛。第二句他如果还不听的话，我就一脚把他踹下去。你乱讲，你乱飞，哎、欸，什么什么乱讲？我等一下认真讲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一定飞踢他的吧？为什么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选举花3-5千万，然后最后一拖剩十几天，全部都讨论侯友宜，就你给我搞到变成我来开场。你今天开场骂张那个张思纲，哎，我选举前面钱都被丢到水里嘛？我没有骂张思纲，我骂杨志良。我问你，有人把你3000万打火烧掉，你会不会想一脚把他踹下去？我现在同意你了，你定踹下去的吗？不能踹哦，不能踹哦。75岁，好，那如果踹下去会出事的话，我们对老人家还是有基本的尊敬。好，那我今天一定请律师告他意图使人不当选。